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昨天刚走了一趟那个 trail，很累呀，但是出来玩嘛，反正是尽力而为吧。今天不那么追求什么目的，反正就是瞎逛吧。都来了。这个是最北边的一个 beach 了吧？I don't know。安娜哈拉 beach， I don't know。这个浪稍微大一点，比我们那个 camping 那个浪要大一点。Anyway， good to know。11块左右一个 meal， 还行。哟，这是个泰是18块。Ono fish curry shrimp fish wind aloe coconut curry。egg， 这里叫做 truck food， 你看都是 truck， 然后 burger， 然后这里吃的人多 ，Holy Grill。这边是 reopen， 这边卖衣服的。这里为什么这么多人？这里 grill donuts。挺好的，你再。
爬了那么多的 trail，很累了，所以说今天就早点回去休息吧。Courtesy is 5到7个 car。一二三四，这里的这个，车开我们路也是挺窄的，要那个白车过来。往往是对方有车过，你就得在这边等着，因为它只能过一辆车，有点像。肉短呢，这我就放也心那个了，要不然真老怼在那儿，你说怎肉么短，办？你慢一点，你慢一不过它有一个 sign 说 local courtesy，就是也让对方过5个车之后呢，你就要停了。对方这就是个马还你在这这边过5个车，哦，如果是你是第6个车的话，你就要停下来让对方先过。这个桥就有点麻烦了，它是2个桥连着的。你说我怎么能看得到对面有没有车过来呢？如果说我看不到，我直接开上桥，那不跟对面就撞在桥中间就碰面了吗？Anyway，don't know how the locals treat the situation。在 private beach。Nobody on the beach. So it's our beach. Actually, 游个泳，洗去一身的疲劳比较好。